是当你看着看着的时候，你会忘掉这是阮玲玉，你会让她的表演让你深信，相信她就是电影里面那个受委屈的妓女，非常慈爱的母亲，好，生活上饱受那种穷困压力的一个女工等等。我觉得她的美在于她的表演魅力，她会让你心疼。